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苏静浩。现在是星期六的下午，哦不，晚上10:45。对，然后现在因为我们今天调休，所以我们今天上课。现在教室里面就除了我一个人都没有，就感觉这种感觉特别的棒。所以呢，现在可以放纵一下。然后现在就是来到了讲台上面。对，这个神圣的地方，因为我之前前一个月当时我可能比较闲嘛，所以当时自己在公司录了这么一个翻唱的这么一个歌的一个片段，对，然后现在把它拿出来放一下，用这个教室里的这个功放音箱来看一下。好，现在这个因为这个歌呢，它这个伴奏是我自己弹的，然后那个音呢也是我自己录进去的。然后，好，现在就让我们静静的来听一下，但愿待会儿老师不会过来敲我的门，因为刚才已经敲过一次了，但愿现在不会敲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Come on。刚才出现了一点小意外，OK，你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，OK，来吧，三二一，再开始。有一种那种在开个人演唱会的感觉。